来吧。在黑暗的角落，看着人来人往，慢动作。你就背对我坐在这方向，10点钟。我点了一杯饮料给你，它的名字叫做塔克拉风。我在想你可能是在等待你的那个谁，男朋友。突然之间甩甩头，露出半个侧脸，瞬间让我好难过。你长得像我安可，眼看是一朵花。再玩没衔接。